桌球运动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囡仔拢正适合。为了推广这项国民运动的好处，云林县政府伫虎尾国小举办秋季馆长杯锦标赛，而且因为明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就伫云林举办，所以这回嘛会予各中组、高中组的前三名代表云林县出赛，希望把奖牌留伫县内，为云林争取光荣。比赛会场上满满拢是学生啊，不管是伫咧比赛当中的同学，或者是伫边站正加油的队友，拢希望伫这摆秋季馆长杯桌球锦标赛中摕到好成绩，为学校争取光荣。五位，五位，五位，加油，加油！小朋友，你对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信心？我有。为什么很有信心？因为爸爸已经跟我说过要好好打，我相信如果我专心好好打的话，应该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。平常会在学校练球，每天早自修都会来练。哦，是哦，所以你对今天有没有很有把握？有。那你想要打到什么样子？前五。因为桌球的刺激性较低，所以是真适合大人囡仔来运动。所以这回参赛人数有比往年较侪，而且这回国中组以及高中组前三名的学生啊，也代表云林县参加每年度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，为县内争取光荣。那今年报名的学生，现在接近差不多550个。那因为秋季县长杯它是每年比较不一样的比赛，它会作为全中运的选拔。那刚好明年，110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在云林。那我们今年的选拔的选手选拔完，那他就要代表我们云林，为云林夺牌。桌球除了一个人在打比赛以外，也有针对双人进行的团体赛。在过程当中，除了要非常注意比赛中的变化，马也和同学合作甲非常的密切，是相当的不简单。双打它比较需要两个人的默契，然后脚步的移位，两个你要怎么去配合自己的队友，然后队友的打球的特性是什么，他的球路是什么，我们要互相配合，一个人做球，一个人起板攻击，互相配合，然后你必须去了解队友他的特性是什么。这样才会变成一个好双打。如果搞不清楚，两个常会撞在一起，那双打就很容易失误掉。希望透过这回竞赛，会当好一挂桌球好手，未来为训练拍拼，把奖牌留伫咧馆内，让大家斗阵享受这份光荣。记者李立昌报道。